夜华发现白浅就是素素，就此开启他们第三世的情深爱恋。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。凤九下凡来报恩，他与东华帝君能在凡间修成正果吗？那既然帝君已与你种下了情根，那就只能委屈小殿下陪他唱出戏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